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上午好。要健全乡村振兴的多元投入机制，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，压实地方政府投入责任，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，将符合条件的乡村振兴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范围，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，坚持培养和引进相结合。一方面呢，着力培养乡村的本土人才，实施高素质农民培养计划，开展农村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，发展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等。另一方面，引导城市人才下乡，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，有序引导大学生到乡、能人回乡、农民工返乡、企业家入乡，健全乡村振兴推进机制，完善乡村振兴督查考核机制，统筹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，建立乡村振兴统计监测制度，加强乡村振兴统计监测，建立客观反映乡村振兴进展的指标和统计体系，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进行适时的、科学的评估，建设一个呢供给保障墙。